没那么烫了，身上的急性风疹退了吗？要不要喝水？你昨天晚上温度很高。 就是想感谢你。我小的时候芒果过敏，严重的时候呼吸机麻痹，心脏骤停，所以我就是想感谢你。 也想完成你的心愿，我的心愿。虽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，你带我回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你一直在等，你在等一个时间。 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，对吗？所以在那之前，我都会好好的做好装心妍，我不会让自己暴露身份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弃。 唐林是发现我的身份了吧？你知道了。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唐林一直步步紧逼。我觉得他不是想要试探我的底线，他就是想要找到我不是庄心妍的证据。 星城，如果唐林找到我不是庄心妍的证据的话，你把我推出去吧。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我不是庄心妍的证据被曝光的话，那所有的一切，你让我去承担。曼宁，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是不知道。 假冒千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也不知道事情拆穿之后，我要面对什么样的惩罚。但是我知道，那天晚上如果没有庄心妍的话，我早就死了。沈曼宁，我的命，我的眼睛，所有的一切，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。如果我们暴露的话，你至少要藏好，这样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才不会白费，不是吗？
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处理好的。花不会再开了。季节不对，也种不活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心死了，本应该在这里盛开的人，一个接一个，又一个的走了。即使留下来的，苦苦支撑、浇水、阳光、施肥。 依然开不了，不会开在这个阳光照不进来的房子里，这个阴暗的角落。所以，应该把窗打开吗？ 阳光能照进来吗？如果能把窗户推开，让阳光照进来，让风吹进来，让该留的留下，不该留的就让它走吧。 我会在这里，等到花开的时候。